啊，年轻人整天活在后悔当中，因为他们不懂得看人。所以有一个笑话说，刚刚毕业的时候，几个同学呢称兄道弟，兄弟啊，我们后会有期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毕业时候，结果毕业一年之后，有个同学发来短信说，兄弟们，后会我期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啊，你跟我太太啊晚一点再见面吧，因为他太太很凶啊，啊，他不了解啊。再过一段时间又发来短信，兄弟们，后悔有期啊，你后悔有妻子了啊，管得他太严了。再过一年他又发了个信息，兄弟们啊，会有后期啊。四年之后他又发了个信息给同学们，兄弟们，会有后期啊。